睇到當時五證啦，就啲因為其實當年係分年齡層嘅，校生一批，校生一批就校生一批換啦。咁到啲長者自己換嘅時候，佢自己要換。咁但係有啲可能啲長者年紀都老埋啦，佢要坐輪椅啊，或者要有啲要有啲拐杖嗰啲咁樣，有時屋企人要嚟陪嘅。實啲嘅就係我自己諗翻我自己父母，因為都八十幾歲，尤其我媽媽咧都唔方便行動，要坐輪椅嘅。咁我自己都諗過，如果切身處地我自己係嗰個申請人，當我同我父母一齊換嘅時候咧，咁其實係窩心好多，即係會照顧得好啲咯。如果唔係我都忙啊，我都攞唔到假。基本上佢哋係差唔多四五點佢先開工噶嘛，咁我哋要同佢哋開會、視像會議討論好多問題嘅時候咧，我哋其實有好多設計、好多科技上嘅嘢咧，係要同佢哋傾。咁我啲同事咧，我都好，所以好多謝我批事咧，就係佢哋亞洲時間開工，歐洲時間收工，咁我哋咁樣嚟追。只是我會發現到是我一個好的團隊，那我其實是只是一個其中一個主管，我是幫他們就爭取更多的資源，那我更加要多謝我批同事，我是想著我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製造一個好的環境讓他們發揮得更好，那所以我就是要他們是其實很感謝他們每一個人都對就是這麼多獎項其實是一個合就是一個整體得的，就不是某個人的。Thank you.